低胸背心的女子拥有火辣身材，在厨房忙进忙出。她就是冻龄正妹板娘的女儿 Candice。自从店内有了她，米糕的生意越来越好，甚至还有客人以为母女俩是姐妹。其实 Candice 本身小有名气，职业是 showgirl 跟夜店的 DJ， 个人粉丝团的粉丝数将近8万人。这次回家帮忙就是要学好米糕技术，到高雄开店。这次呢，回来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把我们这里传统的技术全部转移到高雄去，让高雄的乡亲们、台湾的乡亲们都可以吃到我们从米糕店的味道。这家米糕店就位在文康街里，每天上门的客人络绎不绝。其实老板娘20多年前嫁到做米糕的家庭，后来得到公公的真传，靠着一手做米糕的功夫开店过生活，客人也都大赞超好吃。它上面的肉块，它做的比较大块，所以它吃起来它肉燥口感很好。除了 Candice 外，被网友封为最美鱼贩的阿鹏也因为帮妈妈卖鱼在网络上爆红，还有肉包女神弟弟平时没事就会在家中包子店帮忙，让很多粉丝纷纷前往朝圣。店家大打正妹女儿做行销，不仅让生意变好，也增添不少话题。记者严玉龙、林玉君澎湖报道。